Ladies and gentlemen, let's welcome 一直在一群。哇，真的好多天都躲在家里吃泡面。走，今天礼拜天，出门宵夜的我来签。真的真的很不错，晚上九点四方凭借，还是狮子那家家店，而我现在订个包间。只怕我直播要道歉，整个人啪啪打脸。哎呦，回家你等下来接我。哎呦，不信你人去哪儿了？啊，我刚刚才泡脚敷面膜。哇，摇摇头，全程跟着摇头，兰兰不知所措。不信你快跟我们跳，我就说。我想吃小五花，牛油和口味香，准备东胖酒吧。梭罗还有糖油粑粑，还有加辣的花，助理上次带回家，他吃得乐开花，今天我一定要加。你还说三月练出马甲线，我不管要道歉就道歉，那姐妹是我们美女。Take it!